绕线画你们玩过吗？网上冲浪看到这玩意儿我惊呆了，居然用线还能作画，这我可得试试。简单点说，就是用钉子在相框中钉出要做的图案，然后把不同颜色的线绕在钉子上。大叔已经帮我把钉子搞定了，接下来就开始绕线，先用浅绿色把中间果肉的部分绕出来。没做的时候还以为会很难，没想到一点技巧都没有，只要拉紧线绕在钉子。呜呼，可以可以，你们还发现了啥好玩的？记得在评论区告诉我呀。